要提的专案是救生网专案。救生网是什么？就是大家，我刚刚今天跟大家说啊，你就打那个 hack.gmb.tw 就会连上来的这个地方哦。那这个地方你连上来了，事实上，你能看到什么呢？哈，我们其实在这边你可以就最常用的用途就是点一个当期 hack 手动笔，然后就进去了，然后就变成一个说网址的服务这样。那实际上你仔细看它里面东西很多，但是有很多东西也是最近临时赶出来的，比方说一开始连英文都没有，像这个 Let's Hack 啊 ，Nobody Gonna Do This 啊，这个全都是上次 Hack 中潜加的，就为了因为有一些国外的朋友会来啊。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东西年久失修，现在已经变成不知道什么状况了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像那个专案列表，你如果连到这个专案列表里面来的话。你会看到这边有很多开发中专案，是不是很不错啊？我们可以搜寻，比方说阿美，下一位应该是阿美对不对？阿美云，哎，找不到你关键议题，根本没这专案吗？好，那我们来新增好了。新增之后呢，你要贴这个网址，好像有点麻烦，好，我就打嘛，对不对？假设我今天要新增那个专案，是我最近刚刚加的，叫做黑客松问卷的一个专案。一点新增了，发生什么事？好，我还没有放 GMB 点这些。Anyway， 它有一些毛在那边啊，它就是。你不知道就是会怎么样，然后你才可以顺利的完成。好，我觉得整体来讲，我们需要一个规划，包含像这上面的一些选单，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2016、2016、2018这已经去年的事了。然后像这个这边有资源，还有不赖，对不对？授权中心点下去，就是一个比较没有在更新的东西，这已经是三四年前的东西了。Anyway， 我们需要改版跟再进化。好，那我自己有一个简单的规划先切出来，我们可能要先去思考一下救生网作为一个救生的入口，它可以怎么样去做。第一个就是它可以样板化，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可能会有众多小松、设计松、前端松、母点松之类的，他们是不是也可以用救生网去自己 organize 一个救生的一个松的主题。那另外一个就是 Hub 的功能，它能不能说让大家直接来这边，我就可以找到伙伴，不用再层层的关卡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只是我们在思考这个东西的过程，就会想说啊，那你可能报名机制也做进来最好啊，提案也直接有一个界面可以提案就最好等等的吼。所以从这些思考的方向，我就把工作项目稍微切了一下，目前看起来比较需要的是做 UI UX， 我们做使用者故事，然后做规划，因为这部分比较不是我的专业。如果这部分可以做起来，我们就可以慢慢把它搭起来，我作为一个工程师，搭配一些小帮手或者说合作伙伴，对，我们可以把这东西兜起来，然后就说我们就可以再进化，这个我们就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做一个媒合了，所以今天基本上这个东西已经在 GitHub 上面找得到了，所以你要去看这个 GitHub 的话，网址大概是 hack.gmb.tw， 你在那个 GitHub 里搜寻就可以，授权基本上会是 CC0， 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来参与 ，OK， 那。分享简报大概到这个地方，好，那欢迎下一位小谢。